这打东上瘾了吧？还想搞一次，还想搞虫洞，断节奏。又到了杀前锋时刻，哎呀，F 怎么没按出来？这把赢不了了，无所谓的。应该压机子。那是真敢点。打个佣兵都能平，
前方上梯子，代表小木屋有人呢。可以，不是佣兵就是前锋。要玩个游戏是真尖儿嘞。这怎么输啊？
这又没血条，怎么回事？确定没指错人吗？都开始烧起来了都。吃完了，说不定就跑一个了。跑得挺快的。
毛啊，修一台，只差一台了。 哎呦，还有球子！ 这有个人，我必须要看他呀！我不看他，这出手就白给。
进攻场，哦不对，射烟那波咬前锋没把他打受伤，打受伤就好了。好像是怎么不带火代表？弹香水，知道你不交。球是挺凶哈，你看这拉球，还绕个弯子。差太准了，修不完了。
不着急抓，闲置没治愈。好吧，三杀了。我一直怕他起鸟笼的机子，想太多了。仙子想来大房修，赶回去了。这多弹，真的假的？头铁直接过，加一个突刺就行了。全元宝这个先知啊，
不能追，追了我就没了。大房子太烦了，一有事就往大房跑，很烦。走那先知，哎呀，没了呀！致命空刀，本来打死他还能平。你又往大王跑了，真的不想追。这么快就到了吗？仙子想来大房修，赶回去了。这都弹，真的假的？头铁直接过，加一个突刺就行了。
全员保这个先知啊！ 不能追，追了我就没了。 大王真太烦了，那一有事就往大王跑，很烦。 先知。 哎呀，没了呀！致命空刀，本来打死他还能平。 又往大王跑了，真的不想追。 这么快就到了吗？ 这先知运气是真的背。开局对不着啊。
不用护臂了的，用个护臂才能让你走，消耗一点东西啊。哎，这里丢，有没要补的？哎，两次了，兄弟。这都能打尸体。先走，也正好守时。前锋
哎，我按了几次，为什么按不出来？真见鬼了！另外一个触手你动一下呀，真的是服了。另外一个触手的打不出来了，打出来是不就救不下来人了吗？这不是想偷，是等地掉了。
再卡了一下，不然条纹丝，不然等传送把条纹丝锤了。去当大船先，管他佣兵前锋，碰佣兵抓佣兵，碰前锋抓前锋。前置。双救卖呗，双救可怎么卖人 ？VIP 看你们救不救，聊到 VIP。八点是卖了，出去荡的话。伙伴，并不想换金身，真是。
彩妆啊，你还。过来了，那我没必要飞了。这是盲女，不等接力啊。闪现都没用，一样能刮到呀，小白移动速度快。我一个人没修，
秒倒盲女，你们都能把机子修完，真牛逼！什么情况？